好吧。嗯。哎呀。吃药。吃药。嗯。这家伙。这是管那个活血化瘀是吧？嗯。这跌打损伤丸。跌打损伤丸。一样药呢。嗯。三七粉、三七片、三七胶囊。嗯，哎，真好样。跌打损伤的。好了，好点了吗？这两天啊。好点了。好多了。嗯，快好了。嗯，总不咋总了，嗯，就是走道有点不敢走。恢复两天就好了。岁数大人不愿好。嗯。年轻还是好点。今天这个是芹菜，啊，小瘦肉，然后鸡蛋，小韭菜。哎呀，老爸回来了。啊，这家伙一大早上就开始准备伙食，够着食物，够着吃火锅，搁这搁那盘里了，准备晚上饭了呗，这准备晚上的大餐了。哎，开门了，今天开门。你搁哪买？超市买的，市场买的？超市，就超市开门，别上面啊。打点水，这个馅子绞肉机绞的它比较干，这个现杀现包就行，搁点盐杀一下。嗯，这玩意儿你看，杀出点水分呢，是不是？嗯。多少有点。这个我高盐少，不用投了，直接这个口正好。啊，嘎嘎脆上啊！哎，哎呀，这铜豆别白吃，真有劲。自己还记得铜豆呢。今儿包不包铜豆了吧？今天呢，嗯，哎呀，今天包也吃不着啊。你跟大孙你俩没吃着，你不在我我们四个都没吃着。就是你整天吃上火。这个俩一看就有火。每年都能吃着，今天不行，今天都没吃着，抢去了，挑都挑不着。抢少来点小蚝油。这个是小生抽啊，得给他来点姜汁、胡椒粉呐，小葱花颗粒。小鸡精来点，这回就来点小熟油，别整那么腻，清淡点，肉也不少啊。芹菜稍微小点，肉多一点是吧？行，这样能盛肉袋儿。嗯，盛袋儿。这个先不管好。老妈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开包。准备好了。你大孙不吃。不吃不饱。啊，不愿意吃虾皮子。这家伙，你大孙哪有不吃的？哎，鸡蛋。青盐儿，哇，这个素，这个简单，父母间做最爱，嗯，愿意吃这些，嗯，啊，我爸又开始翻冰箱了，呵呵，找肉了，开始，哎，晚上呢，哎呀，这回直接来个长馅的了哈，我不要包嘛，是吧？那这还记得呢，这个大的是包芹菜、韭菜、鸡蛋的。这个不大呀。啊，那就来，先来九个鸡蛋的，媳妇儿。先包九个鸡蛋呢。不是哪个？你们正常包先把哪个好？这沙会儿啊。我说沙会儿。沙会儿怕粘吧？不粘吧，没事。啊，那就沙会儿，那就先包啥了？沙会儿。先包芹菜的。你这样式儿不好包，你说啥不好做呀？啊。很面饺的。还有那个土豆沫那俩不好做。你咋猜的？就土豆沫好。土豆沫糊没说吗？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嗯，还没有食物的时候呢？那零食物，啊，零食物。我一直我们都没敢整。哎呀妈呀，你回去你就做吧，大胆做吧，那玩意一点食物的都没有，你想要的食物都不能食物。我老爸家一小调料罐整的板板正正，再来一个小转盘的，嘿嘿，这玩意儿整的挺好。这啥家伙？这是？那是牛骨。哎呀我的妈！还有一块看看薄厚行不行啊？哎，希望厚点啊，因为你这个薄。啊，这，因为这馅儿多呀。啊，包不了。嗯，我是包一块剂子这样的，完了在那块就包那啥了，不管剩不剩馅儿。啊。嗯，要不这韭菜就没有面了。天就是这样好。天嘎嘎的啊！那不冷不热是吗？就嘎的。哎呀，这老美了。这太阳。春天这是真好。嗯，韭菜高点肉它好不好？这个不高肉它就不好。高难活这是。嗯。确实是高难。我吃那玩意儿净费劲儿啊。啊？我吃那玩意儿净费劲儿。不是这个韭菜馅好吃，不是光你吃。
我这是，我给你家吃东西也是，我愿吃那常见都不会做，都做不好。完你专挑大厨，你看人国志说的，吃好吃贵的，专挑大哥会做的，是吧？完了我呢，专门整常见那啥的，外行的。嗯。还是厨师不够精，对，是不是？你有那精子，你啥玩意儿都拿不住啊！对你点啥，你这点啥来啥。你家一个，看，那点这个不会就这样，全都会，你来吧。这玩意儿啥都会，我就是好坏就吃呗，也不是给别人做。啊，这家捡的，我老妹儿搁那嘎达这块奋斗呢，争取是一点之前咳出去。哎呀，脑瓜捡的。这家，这得捡累的。嗯，打字包了。还不如我们包点饺子。嗯，关门了。关门。我那下午捡，一个上午一个下午。120分钟，我现在删掉了。现在是还剩40分钟，还得往里缩。120分钟。以后最后得缩到20、25分钟吧。嗯，大家也多长时间点儿。太长不行，大过年的都有事儿，你这一天这天谁说的猪蹄都煮不到锅。先来点盐，先来点盐哈。对，这个芹菜，我要下脚先下，不能割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一会儿再割了，哎，就不动它了。韭菜鸡蛋，好的，合家欢乐嘛，这不是吗？嗯，这小麦穗拧的正好。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等会儿呢，没有。嗯，剪没剪完呢？没有呢。哎呦我的妈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哎。昨天晚上。吃俩红豆一下吃高兴了，啥也没干直接睡觉了。不是说有虎吗？有虎就是吃完睡完吃就是有虎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得体验出来这两个红豆的价值，是不是？红豆儿是没有虎，马上到。有虎今天忙着了。嗯。走你，走你。来走，哎，这老爸的节奏嘎嘎快。哎呀，一手能端俩，一手能端俩。哎，这韭菜馅儿老好了。嗯，清凉的。一荤一素哈。嗯。这俩大盘子，哎呦我的妈！下去了。够用不？够用。一人能削俩。一人能削俩。这个、大馅儿挺好。好嘞，好嘞。点的好。谁点的？我点的。啊，你点的。昨天我点个松鼠桂鱼，啊，你今天点个韭菜馅儿，明天妈点一个。嗯，我点我不会做，人家点人个个整一个。那算点。老太爷，土豆酸菜。土豆酸菜，那是他大孙子点。待会儿我那啥，搞火锅涮土豆。这个好，哎呀，这家伙是不是好啊？芹菜，嗯，对。过年必须吃芹菜是吧？大年初一这是必须得芹菜啊，勤快点，勤快点，太难了。那晚上吃饺没蘸辣椒油啊，哈，今天得蘸点。好了，老妹儿。又掉里了。哎，满满当当。满满当当，好了。啥也没干上去。跟我一样。干房子的是吧？完了，开饭了。跟我一样，啥没干上。看看，又六大盘子，这六大盘比昨天晚上那六大盘子多多了。嗯。大年初一吃饺子，给大家拜年了哈。嗯。拜年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。嗯。俺们饺子得他们干活，我剪视频了。嗯。开饭。嗯、明天再补回啊。哎呀。哎，明天补回来。我跟我大侄儿，我俩是。哎，没上场。哎呀，对，这饺子馅好。我搞点辣椒油。嗯。香吗？今年没有甜味儿了。
那没有了，昨天昨天我是吃肉了啊，这是新包的，我让他垫那个剩的了。那吃的不算了。行啊，这饺子一口一个正好。大年初一，头一天啊。整两顿一会儿，正月里来吃几点儿。就是小饺。哼。小饺子。那你一说学学学那个大年初一头一天。嗯，咱们东北老家是不是初一出去溜达走啊？我一定不走。小背影。初一走，初三。初三走。初三。嗯。初一都给家待哈。过去那个说法，就是姑爷初三以前人不让上老丈人家去。嗯。你现在不管这套吗？让姑爷就去了。嗯。算不算？对。就是芹菜和煮的鸡蛋呗。嗯。对。你吃出来了？那个，嘴挑食。你这吃哪个了，孙子？这个饺子也挺好吃，是吧？他这吃肉的。咔咔，我俩你们这仨人不吃。底下吃。你们不愿意吃？我愿意吃，我这牙也不好咬。来，我跟我大嫂，我们是一代人，你们是一代人，徐豆石是一代人。妈，这酸溜不要吃了。这是啥？祖孙三代吗？这是吃大吃臭豆腐也算，还有臭豆腐。哎，对，还有臭豆腐，你吃臭豆腐吗？对，我们来了，不吃，不来这也行了。大过年的，整谁臭豆腐干啥？大过年不能臭豆腐，这吃的，嗯，他俩真不能对比，这酸皮拉臭的，你这蛮好说的。就是这个就行。你们咋都这么有才呢？搭一起就酸皮拉臭。我昨天。上超市那啥，正好买点，嗯，挺好。过了初一，咱哪天就出去溜达溜达去。总监不能去，你在家看家吗？嗯，能不能走了？还没看着外头啥样呢。行，就这样没关系了。别，这玩意儿再报警。你这玩意儿挺好啊，好吧？嗯。这冰箱再调过来挺好，这你不关门，它提醒你。嗯，提醒。这冰箱能老能装。这里要装住，那装上以后，它这个保鲜格大，对，那个能弄出去。连上带下能不能装一头猪？嗯，一头猪装不满。昨天挺来还没吃着。昨天咱俩做直播就盘里没有，那你不好意思让别人家。没带。连你老吴那他拉我出去包子跟前儿，那他不知道吗？这不是你要包的，我还没到呢。嗯。那知道端的时候哪盘有知道吧？知道起码那三只酱。行，行了，大彩票的，起码知道那盘里能有我呀。我知道在哪锅里，在哪个那啥里，但是一端一转就乱了。嗯，对，嗯，还没吃着，你说整个气候。嗯，亲手包的没吃着。我没包，你俩人包俩是吗？嗯，我爸吃那盒子。嗯，这就是我吃的。哼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得吃盒子，你吃就代表我们一家人都吃了。那正跟盒子是一的嘛，所以就是我吃的。不是因为盒子皮儿厚。昨天吃饺子必须剩饭的，不吃都放。嗯。但今天就不用了。一天早上小燕说：“妈，你说过昨天，我说不能照昨天晚上少。”嗯。嗯。完了，三弟，我爸说行，够用。那么两大块面还不够用，那煮个面。行，正好，正好。正好。昨天晚上过了是三碗多那么一点，嗯，三碗半，今天就两碗半，还有这两碗半吧。你这玩意你这么看，咱们六个人一人吃俩饺就十二了，那就快到大半盘了。你看，你听你爸，你听我，你听我的准。嗯。今天比昨天能吃，不是？要是啥，你还真得听总监。让我领着这些人，我找不准。对，嗯，叫这总监还是有道理的，是吧？我告诉你一样，你爸告诉你一样，完了最后听你爸的。在这时候问你妈，妈说的不能比昨天少。完到那快面的时候，爸一个拳，我说爸这些够不够？因为我看昨天剩半些嘛，妈说差不多。没有够吃了，没吃饱还有。
还有同字的呢。还能吃点同字的那个？不吃啊。同字还能碰着呢。挺好的，这晚上还有大餐呢。你这个点咱们吃，是不是？嗯，涮火锅。一会儿晚上，一会儿下午就得把那个烤箱的羊肉提前两小时啊，两小时、三小时拿出来化一下，不能化太早。提前两小时，差不多。使那个刀那个自己削的，是不是那个？刀搁外面。啊。那刀你用过吗？那刀。用过。铁棒、铁剑。那没有一个也会整，你就是给它固定上，完了就是调好，就往后切一切。对，好切。一样一片一样。带电的。手动的吧。手动的。对，你调惯了吧？你的手坏了，你不能切。你接的。我切。你接着可能没事，我这手腕上有这个手呢，这手还可以用。这俩一个手一个脚，你吃啊，剩几个都造。一人剩一个，不好意思吃了，对吧？四个人一人一个，你们四人一个。你我整饱了，老妹儿吃吧，一碗。那啥，我可不来了。行了行了，一人我了，走吧，一人一个，咱俩。你看。嗯，给我的。我先吃这。老太吃口辣白菜。嗯，辣白菜。咬肉。嗯。你看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正好量正好，正好正好。正好。这量整的太。它简直不是香了。太厉害了。咱们家也是太能造了。六盘饺，一人一盘。一人一盘，那不太正常了吗？怎么能造呢？吃饱了吗？没吃饱也这么地儿，没吃饱但是再疼，还有同队的呢。嗯，那个初一，大家那个走亲访友啊，你有好朋友走亲访友的，你这出去溜达溜达。嗯，完了之后这拜拜年，给大家拜年，拜年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晚上一会儿也出去溜达溜达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初二见。